哇哦，杨奶奶，你家今年大丰收啊？这干啥？这柿子满地撇啊！太那个也不行了，你拔上得了。那这些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？这些是怎么回事？搁秧上带那几个叫栽培高的，那这个都撇了。你这辣椒怎么都插棍了呢？你看看咱这辣椒啊，它站不住了。它这个辣椒你看对的它也站不住啊，嗯，一色的辣椒，这个辣椒能不能塞辣椒丝啊？奶奶媳妇还惦记你的那个什么辣椒丝呢。那它红了红不了啊，不红不能塞吗？你不红那绿的能塞吗？那我们塞绿辣椒丝啊。奶奶个腿，你怎么啥都和人家两样的？谁塞绿辣椒丝来的？它是绿的，没办法呀。你看那个那个大圆圆家伙，那个甜。你说小秧那么丁点那么大两个，它最不趴下是哪跑啊？你看这个甜，这甜椒吧，奶奶。嗯，甜椒。啊？我今年辣椒大丰收啊！年年啥都丰收，没看那柿子撇一地吗？那个还那个辣椒大丰收，你咋不看那几颗辣椒呢？大不大丰收？咋的了？那几颗？一个没长啊，这个啊，哟，这什么鬼？一个辣椒都没长。你说说它啥原因呢？晚的吗？什么晚的？你看这个小上班坐下那啥就都掉了。你看，知道？这它都是在这卡当上钻钮，这个在这个节骨上。哎，这做牛它就掉它。有没有一种可能被什么东西偷吃了，奶奶？谁偷吃了？比如说雪水燕。比如说。比如说雪水燕。我可没有啊，奶奶。雪水燕偷吃，它得偷吃干啥的？你这个它偷吃，它那么丁点儿，完吃都没法吃。你这么丁点谁吃？你看它又偷家姑娘，还说它不偷你家辣椒。姑娘和辣椒能一样？嗯，是那个一玩能玩一天是吧？一个能玩一天。哎，那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你瞅瞅这小钮瞅瞅。这。嗯，钻钮就掉了，钻钮就掉了。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反正不是缺点啥东西。带点桶啥的。完。别霍霍我的姑娘，你让它盛两个，然后我吃两个行吗？哎，这几个秧子长得多壮啊。就不干活。我觉得那边的也挺好的。你看那个秧子不壮实，它可就干活。你一看看，累的全趴下。可能这个管长叶了，不长果。不长果，它也做果了，做果就掉啊。奇奇怪怪的一天。啊？奇奇怪怪的一天。不是奇奇怪怪的，咱还是没找着原因，还是有一定原因的。这个茄子，这正招花大姐，看把叶都。豁成这样式儿是吗？肯定豁牙露齿的。没事，你这茄子也用不了两天该收了。我的天，老爷爷！不收一批了吗？茄子？那玩意还论批收啊？对啊，我大姑那时候不栽了好几筐吗？栽好几筐，你不栽它都搁那老了，咋整啊？你也不吃？吃。你吃几个？一次吃两三个，再下一次还说不上哪天呢。嗯。你这个问题难住我了，奶。奶，你家黄瓜今年长得不错呀。这黄瓜他们说不带人亲，所以没人吃，全搁这嘎达。不是，那也不至于干这么老大呀，这太大了，这什么鬼呀？这是，这今年怎么了？今年怎么所有的生物怎么奇奇怪怪呢？咋回事？你看这一大堆呀，都像谁拐高头拉的拐到这的似的。你瞅瞅这一大堆，你咋整？它长那个模样不带人亲呐，所以就没人爱吃。明年留籽吗？那谁知道那个，你吃老黄瓜好吃不好吃？尝尝呗。你尝啊？那就我尝了呗，那就。你大姑愿意尝。他那天还说，他说我不愿意吃那玩意儿。啊？他说他不愿意吃那玩意儿。他不愿意吃老黄煮烧汤吗？他自个儿说他不愿意吃啊。那天我说拔他，他还不让。那你问他去。那天我说不行，就把这点黄瓜拔他呗，要他干啥呢？又不吃，都搁这嘎达，他还养一大片。
哎呀，拔下那些黄瓜咋整啊？那你就让他回来吃喽。人家他们说的，哎呀，人家市场上都卖老黄瓜种，人家都买老黄种烧汤。